三个人讲心做个代志，无我无甲变，啊，伊毋是神啊。民意上大，民意上大，民意上大，大家讲感觉。两项小确幸，我要讲，我甲过去民进党的台南市政府做个斗争，我要甲废除。但是，若是干那安尼，咱台南市阁无够幸福，咱爱做一寡根本的代志，才当予咱台南乡亲活伫一个幸福的都市内底。我要做两项根本的代志，第一项治水。咱台南乡亲真侪人拢有一寡外县市的人无的经验，尤其是北部、台北市和新北市，因的市民无这款经验。咱台南乡亲真侪人，对咱北门区、对咱新营区、对咱彰文区、对咱新丰区，有真侪咱的乡亲拢有这个经验，靠水。困三暝三日，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地方。咱台南市一定要改变这个命运，咱一定要治水。但是治水不是靠干话，不是靠讲三年解决三十档的代志，不是靠这个，嘛不是靠开钱呢。咱台南市治水开的钱已经超过230亿啊，够好个。咱230亿开落，大家认为够有效果？所以开钱嘛无效。我有一个行政院以前的好朋友，叫做李宏源博士，伊讲治水爱靠专业，专会政治白服爱迄个专业，输破若当选，咱甲咱台南市10年的防洪标准。按照李宏源博士的建议，咱甲提高到50档，咱的雨水下水道接管的比例，咱要从即卖60%提高到80%，安尼咱台南市所有咱的乡亲，都会当免于水灾的威胁。咱来甲做一项台风干好。另外一项根本的代志，台南要活得幸福。咱一定爱做，咱来拼经济。拼经济哦，最近苏博来好朋友，他拄啊嘛无推荐呢。韩国瑜市长有讲一句名言，这句话吼非常简单，但是非常有道理。伊讲东西卖得出去，人进得来，大家发大财。苏博来讲，哎，安尼吼。我们来组一个哦，南台湾发财圈，好不好？所有的人，咱所有的乡亲，来加入南台湾发财圈，好不好？加入南台湾发财圈，好。咱来做南台湾大富翁，大家好不好？东西卖得出去，说话，那他们韩市长以来，那都会让顺利动算。我们要跟咱南台湾南高合作。两边的好物件共同来行销，用一个共同的平台，咱的农产品卖得销得出去。别讲遇到丰收的时阵，大家反而咧烦恼。咱要把咱的物件销出去，让咱的子弟，让咱北漂的子弟，会当回来咱台南就业。咱要推动以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策，叫做一乡一特产，咱要甲推动落去。咱要以咱台北先咱的科学园区这两项做来，咱要让咱的北漂的子弟拢会当转来到咱的故乡，咱会当谈咱的父母，会当谈咱的阿公阿妈，会当谈咱的小朋友，这位同享天伦之乐。大家讲拼经济，咱唔但是为了拼经济。咱是为着家庭会当幸福，咱共同来做南台湾发财圈的主人，咱共同互咱幸福台东干好。这就是苏爸想要做的两个根本的代志。苏爸，讲你拼经济，我有一项人生的经验哦，
我真少甲所有咱的乡亲报告，因为我毋是一个爱臭大的人，但是我这是真正事实。讲着拼经济，我做过这个工课吼，对拼经济非常有帮助。大家敢知影？我有两张律师牌。大家敢知影？我有两张律师牌。在。我有台湾的，我嘛有美国纽约的。所以大家敢知影？苏伯伯伫世界商业首都美国的纽约市，我有伫遐做过。我非常清楚，外商和台商，若未来要招商，伊来安那较愿意来咱台南市投资。伊上重要的重点，就是爱有一个清廉、有效率的政府，安尼伊才会愿意来投资。苏博士的经验，我会甲未来咱台南市大力来招商，予咱的工会。创造十万的工作机会，予咱所有咱北漂的子弟，拢会当倒来咱台南就业，予咱的父母唔免讲一百块的钱袋，予咱永远会当全家团圆，当好不好？大家若愿意，咱努力招商，安尼咱台南市政府有真大的作用，有真大的功能，伊也发挥。大家敢知影？咱台南市政府一冬有接近900亿的预算，咱台南市政府关系着所有咱台南市民的平安健康，其中上重要的也当关着各位的食安，所以俗话爱真实在，甲大家报告，咱台南市政府一个有900亿的预算，关咱的食品安全。诶，台南市政府袂使落入巧合时进来台湾，甲大家毒害，袂使落入有可能因为收2亿7千万未来会互判刑诶一个人的手内底。咱台南市政府所有咱台南乡亲，甲咱台南市政府交予清廉有效率。哎，阿婆，大家拢感好。好。我这段选举的期间，常常拢在想讲，安那甲所有咱的乡亲来做一个恳求拜托，予大家当相信讲，我会当予大家一个更加好的未来。阿婆，甲大家报告吼、哦，大家若看到影片内底吼，我有时阵拢会安尼吼。都还在气温涌起来吼，其实我这个人吼、哦，泪点呐、啊，泪点很低啦、啊。哦，我看到所有的咱的乡亲，大家姐姐都跳出来，搞我支持，我常常都觉得感动到要流泪。我伫这段选举的期间，教我真侪代志，其中教我上侪代志的，一项代志，我伫八月底饮水的期间，我去过一个北门。上偏僻的一个里，叫做玉冈里。玉冈里是咱台南市水退了上慢的一个所在，大家水拢退啊，伊搁伫遐，搁爱继续饮三暝三日。我含一寡阮的少年呢，去帮里长去做一寡服务。阮的服务其实嘛无啥物了不起啦，阮的服务就是去帮遐，互水饮的遐老人家去帮人添。水灾补助申请单啦，水灾补助申请单啦，要申请偌济钱？市政府申请5000块啦。但是为什么我要去填这个单？因为里长1000多号的一个里，伊讲伊一个人伊填袂了，所以我就去帮忙伊填单。为什么我要需要去帮忙伊填单？因为我发现咱玉冈里有一半以上。65岁以上的咱的老大人，他们不会写字，他们不会写字。我发觉到咱台南市，咱是一个南北差距，咱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可怕的所在。咱卖谈台北市比，咱的台南家己北部北台南和南台南比，我们的差距非常的大。
这个差距，尤其是伫咱县市合并以后，台北的乡亲，咱新娘，咱以前是一个我伫遮读小学毕业的所在，我印象内底，这是一个热闹的县府的中心，但是咱即马台北已经是没落边缘化。苏宝要想要为咱台北的乡亲，咱在地拢台北的乡亲，苏宝想要为大家马上做一项代志。民进党讲，台南市有两个行政中心，一个是伫樱花路，一个是伫咱新营滨地行政中心。但是民进党讲的是假的啦，民治的行政中心从来没有发挥过功能。是吧？而且把所有咱台北的乡亲来做一个，马上我就任，会当做的马上做的保证。我要恢复咱民治行政中心的功能，真正落实双行政中心，让咱台北地区，尤其是对细汉我大汉的姓名，我要让伊再次兴旺起来。大家讲什么？我跟你们来做些代志。这是我认为我马上做会到的代志，我要来为大家来拍拼，为大家来奋斗。所以，拜托咱所有乡亲，十一月二十，咱投票的时阵吼，卖个投给西龟甘好，卖个投给西龟甘好。咱台南市吼有真济真好的名产吼，咱来甲投一下，咱来甲投好。咱玉姐的孙来敢好？好，咱来投予咱官兵王来敢好？好，咱来投予咱客家的三百二敢好？好，咱来投予咱安南区的杨香瓜敢好？好，咱来投予咱中山的建英敢好？好，咱来投予咱花岛的文成敢好？好，咱就是要拼经济，咱就是要做南台湾发财圈。咱就是要做南台湾大富翁，拜托大家，十一月二四，全台湾都来看咱台南，咱台南啦，这什么意思？台南啦啦，台南啦啦，台南啦啦，咱台南的票，台湾的天票啦，咱来改变台南，救台湾干好。
你